跟听众朋友们换几球，有听得懂中文吗？哎，好像不太懂。不太懂，再往强一点啊！第一个。不算啦、啊、马龙不要再干啦、啊、哎呦你不行了、啊、你还干讲了你不哇、哦、我看不太妙怎么干都干不进他说马龙进去也不进去大哥哇、哦、打篮球很棒哦不用言语沟通比个手势就知道怎么打了是啊可是台皮本来就都是篮球强队啊他们去年还是有冠军的、啊、对他们会选的这什么传球等一下魏佳豪啊最喜欢的魏佳豪、欸、魏佳豪这名字很熟悉他应该最强的吧这名字很熟悉啊他好像是以前高中不知道怎么样子反正他高中会有想不到你连篮球都有没有我很久没看了我还在那个什么曾文鼎啊田磊那个年代太久了都是做篮板太坏了吧哎不能给森这样拿球啊他外挂哇好强哦好帅哦哇这种开篮板外挂没有中信特工篮下无大人啊不然你看这个身高什么哇三三号他是不是作弊真的太久没打了然后送花杯之后我还有去好爽靠那个林怎么来林武镇他抢吗我看他蛮准的啊还是只是今天手感特别烫林武镇跟听众朋友换几球有听得懂中文吗好像不太懂来了再往强一点啊第一个小天天豹火锅助攻马龙天勾假霸哎、欸、哎、欸、这台皮英雄的两个外挂一个一号超强一个三三号超强哎、欸、怎么玩啊你看这个老外哎、欸、作弊啊哎单手哎你太羞辱人了吧他单手接球拿单手投篮哎太羞辱人了吧哇大人开小车啊三分哇是一分钟罚进几球？没错，那你可以先说用一分钟，还是你想要就练个三球就好？三二四六八四十一，啊，十一颗，你要玩十一颗？这是你第一次看职业篮球赛吗？哦，对，觉得怎么样？觉得蛮好玩的，就是。整个氛围很棒、哦、整个氛围很棒就跟我看 NBA 差不多是啊就是场边的观众会跟那个叫嚣啊什么的就蛮不错的互相有一些碰撞谢谢你来好的谢谢防守好就算了，他体能超强，他带球跑得比没带球的还跑得还快，好强哦！这个想怎么？真的有天捧哎！真的有天捧哎！一记三公分。
牛啊牛啊牛啊！不要再干了，不要再干了，拖时间啊！我感觉还想干呢、啊，不要，拖时间呐、啊，老哥，不要再干了。这真的没救了，这要求是太夸张了，太夸张，太夸张。很猛哎、欸，不是、欸、不是猛不猛啊？当你发球，你拿到球之后，那你就爆砸，把球爆砸。五波。